你们是有多喜欢他们的餐具？最近好多人问我，你的餐具都是哪里买的呀？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点心碟？我的天，我可是猫咪博主，你们看我的视频就是为了看餐具的吗？今天给他们整理了一下橱柜，居然有这么多点心碟，而且很多都只用了一次。除了点心碟，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茶具，是不是都很好看？我家的厨具很多都是最原始的，因为我很享受做饭的过程，毕竟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变得有趣。